水晶点是托盘上的一种点包装材料，会严重影响托盘包装产品的外观。质量问题来自于材料供应商，应产前提前验收。拉线是产品在边缘会出现的一条线，受到包装外观的高度影响。吸塑包装是为了展示和保护产品而进行包装的，可以放置或悬挂在超市的货架上，使您的产品完美地展示在顾客面前，促进产品的销售。